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瞅现在这些草根网络红人啊，哎呀，我天！火之前他们顶多也就在地下通道唱唱歌，这家伙现在火了，这家钱挣的，连他们那推手经纪人都大把挣钱呢。哎，我终于找到努力的方向了啊！当那个红人推手啊！很对头。英儿，推推我呗，就我这条件，你给我包装包装，宣传宣传啊！阿丽，你就别当网络红人了。你还是踏踏实实做人吧。我行吗？能不能按照我这个给我打造一个什么，什么先锋的文艺青年什么的都可以吗？不都是吗？子栋，我觉得给你打造成抽风文艺青年倒是靠谱。也行啊。亮亮最近温习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还行。亮亮，你说你每天日以继夜的在这复习功课是为了什么呀？那还用问吗？为了能考上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。亮亮呢？你这么的呀，太辛苦了，啊！你这样一点都不省事儿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好不好？啊！啥命你看那路？些体育明星啊，一拿到金牌，立马保送大学，啊！亮亮，我觉得你应该好好包装包装，肯定能行。我，能行吗？肯定没问题呀、那你要是成功了，你不就是我的恩人了吗？奶奶呢？放心，我肯定能给你打造成网络红人啊！那个打造红人呢，需要一个团队啊！阿丽、主动来，虽然你们当不了网络红人，但是我邀请你们加入打造网络红人的团队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脸脸火了，咱们都跟着接班，是不是？不是我这穿这雨衣干嘛呀？这是。现在网上不是有一个什么大衣哥吗？我就是要把你打造成雨衣哥，你比他更酷、更冷静、更水灵。更水没水没有水呀、啊？这个来，道具上。是。哎呀！来，注意那边光，来。子栋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哎呀，那是闪电，为了衬托出你的孤傲与冷静。来，奶奶，唱歌吧，来，唱啥歌啊？唱个李娜的。李娜太高，唱不上去啊。谁让你唱李娜的歌了？让你按李娜那个感觉唱。你这样吧，你就来一个李娜版的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吧。来，预备，起。这就是喜羊羊。这点击率有点低呀、多少了现在？才120。100，哎呀，行啊，不少了。咱们刚刚开始，慢慢来啊、我自己就点110多下。我觉得一个人的力量啊，有点单薄，得想点办法。想啥办法啊？哎，兄弟，哎，你们都在啊？看着我拳击手套没？大兵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，这不脸脸最近要当红人吗？我寻思你跟脸脸整个组合怎么样？你可拉倒吧，我还得练功呢。别，你刷新，你听我解释啊。你想啊，你跟脸脸一起火了以后啊，成了红人，那你自己就是明星啊。你想到时候你跟那个阿龙啊、阿杰呀、阿丹呐、那都是哥们儿，你们平时在一起唠嗑啊，什么嗑瓜子啊，都是哥们儿，交流起来好沟通，是不是？多沟通，多切磋，功夫才能上去，对不对？是这个事儿，小宁，是这么回事，是不是这么意思？你说吧，咋干吧？来，你坐那儿，我看啊，先给你们这组合起个名儿，我看啊，有了，要不就叫大脸阳刚组合。你听我听听这名，好听啥呀？我听挺好听。来，脱衣服吧。那咋还脱衣服呢？我要把你们打造成那个草根型的网络红人，草根型，知道什么意思吧？就得落魄，把外边好衣服脱了，露出你们里边的破衣服来啊！来脱，来，怎么还有？那就脱吧。来，子栋、阿丽，来帮忙，来。不用，不用，来来来，快点。是吗？好，大功告成。怎么样？啥还造化的呀？现在来，那个会不会唱那个《春天里》？会。来，唱一首《春天里》来。
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。唱的什么玩意儿？那是春天里吗？我会唱春天里，来，给你唱。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、啊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。停停停停停停！大兵，你这，你要去春游啊？你看，就你这造型，你适合唱那么嫩的歌吗？这是工棚，这是工棚啊，这不是春天花花同学会。一会儿这样，我放音乐，放音乐，你俩对口型，对口型总会吧？那行啊，放音乐。一会儿我一放音乐呢，你俩就对口型。来，拿着这把琴啊，子栋啊，阿丽啊，一会儿就配合一下气氛啊。阿丽，我俩怎么配合呀？工棚嘛，你就表现出来那个工棚棚嫂那种感觉，洗洗衣服啊，拧拧床单什么的啊。我呢，子栋，你一会儿就拿着饭盆和勺啊，就表现出那种在春天里要去打饭那种兴奋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一下，来来来。来，拿着这个道具啊，好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，预备。可我觉得一切那么早，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，在清晨，在夜晚，在风中，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。也许有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哎，不够嗨啊，不够。我老我们仨来个交杯酒啊！来，交杯酒，来来来来来，四位，来搞起来，来来来搞搞起来，喝一个。哎哎哎，咱这视频上推荐栏了啊！啊，哎呀，真的哈，在推荐栏上呢。嗯，哎，不对呀，嗯，这名好像有点不对呀。嗯，你看这视频的名，嗯。咱那个叫大脸阳刚有力量，他这个怎么现在变成史上最抢戏的龙套男女了呢？不对啊，这咋都是子栋跟阿丽的镜头呢？我俩狐假虎威了，不行啊！我要是上眼了，我临走之前我就敬你一杯，来，喝啊！哎呀妈呀！加金硬啊，咱这生活啊美好。我得抓紧时间打扮一下，我要相亲了。哎呀，来呗！哎，你上啥去？不是，我说，不是，你这人一活怎么就容易忘本呢？